好啦，翻翻嚟呢度第二节嘅不明飞行首期。系啊，喺呢度唔记得讲，即系呢个不明飞行首期系点样得嚟嘅咧？系即系全靠我哋一个好忠实嘅迷离九三嘅听众，个名叫做 Francis， 咁就系帮我哋起嘅。咁所以呢个 show 名都系咁嘅来源嘅。唔系，咁即系证明咗我哋好着重我哋听众嘅 feedback 咯。系啦，咁啊要多谢佢先啦吓，帮我哋谂到一个咁特别嘅名。咁啊翻翻嚟呢一集啦。之前未 take break 嗰阵时已经讲过，就系呢只系一只。我好像讲了几次是说是战机，是战机、啊、所以我正想问你、啊、其实这只不是战机来的，这只到底是一只什么机呢？就是一只叫做 B25、嗯、叫做 Mitchell 双引擎中型轰炸机、嗯啊、这只飞机的编号是当时的人看到是442915，好像抄的撞车抄的就是车牌号码，这个就是飞机的编号，是编号，即是差不多像车牌那样、嗯啊、所以刚才问你，因为战机很少坐到那么多人、嗯、是轰炸机，是轰炸机来的，哇，那真的很大部的、这只飞机是是啊，都刚刚人都说见到是大概70尺长度的，是的、嗯啊、那这只飞机是、有什么历史的呢？就是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就美国发明的。咁喺二次世界大战嗰阵时咧，呢只飞机就专运啲炸弹咧、嗯，就去轰炸敌军。嗯、最用得多喺边度咧？就系、是、日本啦。咁、嗯、啊，呢只飞机系不断咧，都喺即系喺 Pacific Ocean 嗰阵时咧，太平洋嘅战役嗰阵时咧，战役咧就不断咧轰炸日本嘅土地嘅。咁呢只飞机咧系坐到几多人咧？系可以坐到六个人嘅啫、嗯，啊六至七个人到啦吓。咁啊，当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毕之后咧，呢只飞机咧就改用过、改造过，咁、嗯、就变咗做咗一只叫做差唔多 carrier plane 咁啊，系、嗯、专接送一啲军人啊，从、嗯、一个基地，从一个基地去到另外一个基地咁样，同埋亦都系可以用嚟训练一啲、新嘅机师咯，新嘅机师咁样咁嘅、用途吓，都半退役状态噶啦，因为你又唔会用嚟打仗咯，系啦，咁就变咗好多唔同用途，运输机啊，训练咁，冇错，但系当时美国嗰个民众咧。對於呢只 B25 Mitchell Bomber、嗯、都唔係太過陌生嘅。咁你知唔知點解咧？係咪打仗嗰陣時見得多？唔係，因為係牽涉喺另外一單更嚴重嘅飛機墜毀意外。更嚴重？係啦，咁就喺11年前咧，1945年咧，即係當年嘅11年前咧，1945年咧，咁呢只飛機咧就喺由於因為天氣惡劣嘅情況咧、有三個。飛行人員咧、飛機師咧、就喺呢個紐約嘅天空咧、就蕩失路啊，太大霧。當個天氣 clear 翻嘅時候咧、即係晴朗翻嘅時候咧，佢哋發現咧，原來佢哋已經喺紐約嘅市中心度飛緊。咁佢哋當時咧係避開咗一間高樓大廈，就係當依家呢個嘅叫做 Chrysler Building、Chrysler Building、嗯。咁佢哋避開咗，但係就都係。lose 緊 control 啊，即係失緊控啊，咁、就撞埋去對面嘅另外一間樓度，咁嗰間樓咧就係鼎鼎大名嘅叫做帝國大廈啦。哦 ，Empire State Building 啊，帝國大樓啦，咁、就向呢個79、80樓嗰陣時咧就撞埋去，咁、啊當時係有成11個人死亡嘅，因為呢單事件，即係連埋大廈入邊嘅人，係啊。嗱、啊，咁你依家都睇到即系嗰啲相系有几严重系嘛？诶、即系同样即系差唔多好似我哋所熟悉嘅画面，好似911嗰个画面啦。咁咁嘅类似咁嘅情况出现嘅，即系嗰个成间楼又即系一大个火球啊。咁、样跟住又好彩就冇成间楼冧，但系嗰个结构咧，嗰、个建筑物咧都系都受损害嘅，系严重毁坏咗嘅。吓、即系因为嗰个飞机系撞埋喺大厦度咧，系又系穿咗窿嘅。不过飞机就冇啲好似911民航机咁大部。冇咁大部系啦，所以就冇话冧楼咁咯。系啦，咁啊喺翻翻嚟呢个1月31日嘅1956年啦，咁呢只B-25 Bomber 咧，当日咧喺呢个1:43咧，即系事件发生之前三个钟之前咧，两至三个钟之前咧，咁就喺一个内华达州一个秘密空军基地度开出嘅。哦，咁、当时上边咧系有6个嘅军人系。執行任務，咁、就飛去呢個 Armstead 嘅一個空軍基地，就喺賓夕凡尼亞州嘅 Pennsylvania 嘅。咁啊，呢、這個行程咧，只不過係需要1小時04分鐘就飛到嘅，即係從內華達州飛到去
賓夕凡尼亞州，嗯哼，非常之快嘅，因為依家如果你坐民航機咧，係最少成好似五個鐘咁耐嘅，哦，嚇、啊，即係從 Vegas 飛去呢個 Pennsylvania 度、嗯，四個幾鐘啦。呢啲軍機我諗係比較快啲、嗯，就好快咁樣就到達到呢、這個呢、嗯這個目的地咁樣嚇。咁、嗯、啊，中間咧佢哋都有停留過幾個地方嘅，就係即係去接人啊、送人啊咁樣咁嘅用途嘅。咁、嗯、啊，油缸咧其實係滿油嘅、嗯，就係、是、可以足夠佢飛三個鐘咁耐嘅添。咁、嗯、如果呢個行程係只不過一個一小時零四十分鐘嘅，咁啊十倍夠油啦，有突嘅啦嚇。當佢哋去到呢個 Pittsburgh 嘅附近嘅範圍咧，即係離開佢哋嘅目的地仲有成兩百英里嘅時候咧，佢哋發現咗佢哋個油門咧嗰、那個顯示咧、那個 meter 咧嗰支針咧就好急速咁下降啊！嗯，即係似乎好似隻飛機喺度漏緊油啊！嗯哼，咁啊，為咗安全起見，佢哋呢班機組人員就諗住就不如降落去呢個 Pittsburgh 嗰個民用機場度，嗯哼，就 refuel， 嗯，即係去加翻啲油。嗯哼，但係當時個天氣又好惡劣，佢哋亦都係即係見唔到嗰個飛行線。嗯哼，咁啊，亦都係當個天空晴朗翻嘅時候咧。佢哋嗰個油缸咧已經係乾曬，冇曬油啊！冇曬油啦！嚇，咁通常冇曬油，你知唔知道會發生咩事咧？會繼續飛啊！繼續飛係冇錯。唔係咁，但係個引擎會停先咯。會停咯，係啊。會停止，但係架飛機就早保持某個程度上高度，但會開始慢慢墜落咯。嚇、啊，你講得好啱，即係個 engine 咧係當冇曬油嘅時候就會 shut down 噶啦，嚇、嗯啊，即係唔喐噶啦。咁、嗯、如果為咗要繼續去控制部機，你係全靠嗰兩隻翼啊。嗯去控制嘅。咁你要睇下咩飛機咯。咁、嗯、我唔係幾清楚呢個 bomber 啦。咁、嗯、但係可能舊式嗰啲機咧、嗯，就你仲可以控制到，就用人力去控制咯。係咯。因為新嗰啲要用電腦噶嘛。係啊。咁你冇咗電嘅話，就可能控制唔到。嚇！呢隻飛機亦都離佢哋原本想降落嗰個民用基地咧，仲有一段距離啊。嗯。佢哋啱啱嗰個位置咧，就喺正嗰Pittsburgh 嗰啲住宅嘅嗰啲地方度。嗯。即全部都係民居嚟嘅。嗯。咁啊，而且嚟個地下只不過係得嗰3000尺嘅、嗯。當時呢啲機師就當然就避免係降落去一啲、嗯、即係佢揾唔到個機場噶啦。揾唔到機場啊！嚟嘅機場係冇辦法可以飛到去機場度噶啦。咁、嗯、同時佢亦都唔想即係撞落去一啲民居度咁啊，仲傷亡慘重啦。係、嗯、咯，當然啦。咁啊，佢哋同呢個總台講法，我哋就降落去呢個 Mans 河流度啦。係呢個 Mans 嘅河流度啦、嗯，因為係。比較闊大，同埋係夠位俾佢哋降啊！咁、嗯、啊，當時嗰個天氣亦都係非常之寒冷啊！嗯、即係嗰、那個嗰啲水温咧，差唔多已經係冰點以下噶啦、嗯，即係係差唔多結冰噶啦。係咁 啊， 之後發生咩事呢就係啱啱啲目擊證人即係形容翻話，隻飛機一路咁樣降落就跌咗落個河度。即一開始就飛到好低嘅。係啦。咁然之後到佢哋發現咩事嗰陣時咧，就變架飛機咧係已經墜毀咗喺河。河流嗰度啦，然之后架飞机就喺条河面嗰度浮咗好耐啦。冇错，坠毁咗之后嗰晚咯，咁啊，当然除咗呢啲当地啲警察，当然即系美军、嗯、空军都会去，即系系咯，去打捞救援咯，救援同埋打捞系嘛，咁啊，因为佢哋架飞机嚟噶嘛。冇错啦，咁而且呢啲系即系 military、嗯、即系军用嘅。即係變咗佢哋個嗰啲叫咩咧？即係管轄範圍。係啦。咁你通常睇戲都預咗啦，有一班人嚟到，即係官仔骨骨嘅就話：，呢度我管嘅。跟住然之後咧，隔兩分鐘有個軍裝嚟嘅咧，就話唔係，呢度係我管嘅。Exactly。咁啊，通常你睇到電視都係佢哋封曬四周圍啲嗰個 crash site，、嗯、即係嗰個墜機嗰個地方，嗯、即係呢條河。因為有幾樣嘢啦，第一、嗯、你唔知道飛機有冇啲乜嘢 secret 俾人攞啊。冇錯。有同冇都好，都唔想人哋去接近咯。嗯。咁佢哋 block 曬成個嗰啲兩邊嘅河邊啦，咁、嗯、啊到底即係都幾大嘅，都幾大㗎呀，係咯，但係佢係即係都好大陣仗啊、嗯、當時啊，咁啊佢哋啊當然就嘗試去打撈翻隻飛機，就睇下到底點解呢隻飛機會墜毀啊，同、嗯、埋有訪問翻即係嗰啲受害者，同埋嗰陣時仲揾翻嗰兩個失蹤咗嘅軍人，冇、嗯、錯啦，咁亦都係需要揾翻即係所有。受害者啦咁樣，咁啊根據當時一啲目擊證人講翻咧，就話呢啲軍人咧就已經係確定咗一個打鬧嘅範圍，嗯，嚇，因為佢訪問翻當時啲證人啊，見到隻飛機喺邊度降，喺邊度墜毀，飄到邊度，跟住先至沉啊咁樣，係咯，咁佢哋已經確實咗呢、這個搜索嘅範圍，就係從呢個 Homestead High Level Bridge
至到去呢、這個鐵廠、嗯、對開嗰、那個嗰嗰、那個水域個水域嗰度去、嗯、去打撈嘅。因為目擊證人就見到喺嗰個範圍啫。嗯哼，架飛機曾經出現嘅。冇錯。咁你啱啱問過就係話，哇！呢、這個呢條河有幾大啊？咁我又講過話係600尺至到，因為你知道河流係唔係話 even 噶嘛，即、就、係、是、大家嗰、那個嗰、哦那個 size， 即係從一邊到一邊。咁、嗯那個寬度咧就係、是、大概600至1000尺寬。咁啊個深度咧其實都唔係好深嘅，就只不過得個30至50尺深嘅啫。哦就哦咁打撈應該好容易啦。打撈應該好容易啦嚇，同埋佢仲係即係確實咗個地方，亦都有目擊證人係見到隻飛機係。跌咗喺邊度？係、嗯、咪沉咗喺邊度？咁、嗯、當佢哋有呢啲地方 narrow down 咗之後，咁啊應該唔會有咩問題啦，係嘛？咁啊，但係因為當時咧呢、這個 Pittsburgh 嗰個條河咧，即係呢啲河流咧、嗯，或者呢個城市咧四周圍咧，都係好多廠啊，好、嗯、多 factory， 好多工廠啊，咁就搞到呢啲水咧就好污糟啊，係嚇就唔可以潛水落去。哦即係唔可唔、哦、清晰嘅條河，唔清晰嘅係黑色嘅。哦，啲污濁啲河嚟嘅，污染咗嘅河流。冇錯啦，因為以前嗰個年代咧 ，Pittsburgh 啊，同埋其他好多啲工廠城市咧、嗯，例如好似 Detroit 啊、嗯、New York 啊咁樣，都係污染瘴氣嘅。係，嗰個 pollution 係好勁嘅。嗯哼，嚇、啊，咁啲水都呢邊 Pittsburgh 呢兩條河啲水都唔例外，因為好多工廠排污咧、嗯，就直接排落條河度啫嘛。冇錯啦，咁啊冇辦法可以潛水打撈。嗯，咁啊，亦都唔知當時打潛水嗰個技術有50年代嗰個潛水技術會去到幾先進？幾先進啦嚇！咁啊呢、這個美國嘅空軍首先就 send out 咗好多一啲小型嘅船隻。嗯哼，咁啲小型嘅船隻咧，個船底咧係楞住一啲好多鈎啊，即係啲 hooks 啊。哦，咁啊上上落落喺嗰個水域度，睇下儘量睇下可唔可以勾翻一啲物件上嚟。嗯，照 logically 嚟講，一隻飛機係70尺長。係嘛？呢、這個水個深只不過係30至50尺深，應該好容易勾到上嚟啦、嗯。即係點都勾唔到成架飛機，點都可以勾到某部分。係啦，咁至少都可以實實在在摸到架飛機喺邊。冇錯，個當時嘅計劃就係首先就 send 呢啲細船去勾，睇、嗯、勾到隻飛機喺邊度。嗱，咁當佢哋即係如果勾到一啲嘢嘅時候，咁佢哋就會擺一個嗰啲叫做 buoys 或者係咪叫 buoys 定 buoys？ 好似係 buoys。buoys 會浮嗰啲波啊嘛。係啲波。咁啊，證明有啲嘢喺度咁咯，即係個地標咁咯。係啦，地標，跟住然之後啲大嘅船咧、嗯、就翻去嗰個位置咧。就去打撈，係我有睇過嗰啲捉蟹嗰啲 show 都係咁嘅，捉蟹嗰啲 show 都係咁。係佢哋掉咗個籠落去咧，跟住咁有個有個浮嗰個波咧，即係用嚟坐標話你個籠喺度咯。咁佢遲啲可以翻轉頭，跟住撈翻個籠上嚟，咁啲蟹入咗去啦，咁佢咪可以捉到啲蟹咯。你知唔知道嗰啲波咧係咪有啲嘢係聚住，所以係唔會喐定係係點嘅？哦，咁我又唔係太清楚係點咯。不過就佢哋可以。我谂而家先进嗰啲就可能有埋 tracking 嘅，系旧时嗰啲就真系唔系咁清楚。系因为要我可能净系浮。我谂我要揾一揾先知、嗯，因为我见到啲通常啲波咧系固定嘅，吓、嗯、咁、啊、即系换句话讲，佢下边可能系有啲嘢聚住。唔系咁咪就系你嗰、那个，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嗰个美国 fishing 咧，即系啲蟹咯，系咪？个笼咪喺个海底咯。咁、嗯、你个波浮就喺呢个位嘅啫嘛。咁、嗯、你沿住个波攞翻条绳就可以捞翻个笼上嚟噶啦。嗯，我谂都系咁。咁啊。technically 沉咗呢隻飛機，就應該係可以好容易咁樣撈翻上嚟噶啦嚇，即係或者唔係好容易，即係總言之係有一個 plan 就一個咁飛機喺嗰度，係啦，雖然麻煩啲，但係撈翻上嚟都係早晚嘅問題嘅啫，係咪？嗯，咁啊，節目嚟到呢度，咁我想問幾個問題啦，即係或者等聽眾可以聯想一下，你會覺得呢班軍人？呢個美國空軍打撈到啲咩咧？揾唔揾到一啲秘密嘅嘢，或者一啲即係不為飛機更加不尋常嘅嘢？係啊，又或者除咗只飛機，佢哋仲會打撈到啲咩咧？咦？你想唔想估下咧？因為我哋時間仲有少少嚇。咁、如果係咁，我會覺得應該飛機有陣時唔一定淨係話啲訓練嘢，可能裝住啲。秘密嘢，而我聯想到嘅咧，即係當然應該唔係呢架飛機太細啦，但可能係啲核彈，即係或者彈頭或者某部分，嗯、或者係咯某啲好重要咁特別嘅貨運咯、嗯。因為曾經都試過有飛機失事唔見咗核彈，
係，嗯，即係你會認為應該有可能係有啲秘密外泄武器咯。咁你因為軍即係軍方嘛，所以我覺得係武器。嗯，啲打下嗰啲好奇怪嘅武器，不尋常嘅武器。你會唔會覺得呢啲咁嘅呢單墜機嘅事件係同一啲 UFO 有關咧？咁但好多人見到呢架唔係 UFO 嚇，嗱，除非你話俾我知佢哋係俾 UFO 擊落，嗯，但係你又話佢冇有嘅喎，嗯，未必，但係睇下。咁又或者會唔會背後有好多陰謀喺度咧？即係呢件墜機事件會唔會牽涉有好多陰謀，好多政府方面嘅一啲？即不為人知的事呢，哦，咁當然啦，例如這些飛機呢通常在大戰用呢，因為它點解呢很 reliable 嘛，嗯，你打仗的時候通常都比較少出事的，更何況平時，嗯，是不是，嗯，咁今次居然可以突然之間冇有，會不會是一個 cover story 來的呢，嗯，其實會不會是有其他原因呢，嗯，會不會呢，咁我們留下一集先講啦。OK，啊，在這裡要講聲就是這個節目呢，啊，就跟之前迷你感山有些不同的，就是我們是要拉長來講的不是說特登的，但是因為找到我見到 Mike Lee 找到這些 topic 都挺特別，嗯啊，到最後可能有些意想不到的，他的講法是想大家刺激一下大家去聯想一下究竟會有些什麼不可思議或者奇異的事會發生。那好啊，那就節目來到這裡到此為止啦，我們下一集見，我們給了一個 challenge 聽眾，那就下一集見吧。 OK， 拜拜拜拜。